是刚刚十七号，7月15号14:36，十一汽车。第一次值班，把这电话龙阳树林的电话有00503-600006，它有个站，在瑞芳。好，假如通过修改来电885的四一七次，准代表红阳通过。我是刚关电车长，在瑞芳红阳拍摄完毕，这点还基本结束啊，修改来电885。